刚非常精彩，我们带您看到是结合音乐舞蹈的特技体操队，这个大陆的男子双人选手一出场真的是受到瞩目，这高难度动作赢得如雷掌声，在第一轮资格赛当中暂列第四，而来自乌克兰的选手是成绩则是领先各国。大陆队选手陈宏恩杨恒毅一出场，先一个起步后翻360度稳稳的站好，掌声不断，接着又是个后翻180度肩转体，相当漂亮稳健，两个人的默契非常好，搭配着音乐的翻腾动作很一致，接着又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，这个后翻2周720度肩转体稳稳的落地。另外在这一轮资格赛里，另一个让人惊艳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，看这个翻转倒立非常流利，他们被裁判誉为是难度动作最多的一组，再一个转身，全场屏息以待，这是为他们加分最多的花式翻转动作，完美的前空翻1周半坚守动作，真的没话讲。两个人最后还有一个翻转180度的肩上动作，几乎找不到破绽。在这男子双人特技动力性体操资格赛里，第一轮就由乌克兰暂时领先，而大陆队选手暂列第四名。记者王淼、王志聪高雄报道。